有点上头啊，兄弟们。然后今天有个大哥，他说要来找我啊，有个粉丝大哥，然后现在1:30了，他说他2点钟过来，咱们去洗漱一下吧，接待一下大哥，好吧？这不咋了，洗漱一下，洗漱一下，刷个牙。OK 了啊，兄弟们 ，OK。兄弟们，然后准备去见大哥了，再上台一下。满的，嘿嘿嘿，张哥哥。卡吉米，干嘛呢你？慢慢去吧。大哥来了啊，你就拿黄果树去招待人家，太不够意思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去搞一把好一点的吧。宽窄有多少的？这一排都是。最便宜的20几，30、40都有。天津礼盒收款30。搞了一把五粮龙香。看着呀，孝敬大哥的，粉丝大哥来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去接待一下吧，过去找他。吃饭没有？上台嘛。哎呦，我靠！啊，兄弟们，坐上黄衣大哥的小奔驰了，感觉不错，确实挺不错的啊。羊肉火锅啊，兄弟们，吃上一次。啊，兄弟们，吃上一次，来，大哥先吃，大哥粉。有点开心，满分十分的话能打个7.9分吧。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就是大哥的奔驰啊，确实挺不错的，该说不说的。啊，兄弟们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啊，是吧？奋斗2年半，终于买小奔驰了，该说不说的，确实挺不错啊，兄弟们啊。大哥走了啊，兄弟们，再见！祝你好运啊，兄弟！
大哥走了，兄弟们，请我吃了一个羊肉啊，羊肉火锅，我买了杯奶茶，聊了一会吧，然后大哥他有事情去忙，该说不说了，今天下第一次坐上奔驰的，很不错的大哥，还说啊。有什么困难跟他说啊？怎么？确实挺不错的，该说不说的。哎，说吧。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